一选就这款就甲咱糟蹋，四年要开的钱，四年应该开偌济，财务爱做一个计划，结果三年的时间，甲咱从八年要开的钱就甲咱开了了，规工一罐啤酒头里啊嗨嗨，即摆唔敢三啤酒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款的一个总统，当当咱咧甲讲讲，啊恁咧咧钱拢也够开。梦想家安尼两枚是安尼收两亿三千万，照你讲，若讲一个有见效、少面皮的一个政府，迄早就应该安尼厉害，无早就应该落台啊！讲出来对媒体讲啥？拄仔媒体咧问我一条，伊讲即个曾志朗来做文建会主委，你的看法怎么样？我讲换一个曾志朗倒好，一个宋智仁来倒好。吴敦义讲四个人呢，讲规个团队内底，讲叫做无能，讲叫做败家，讲叫做愚蠢，啊，讲叫做可恨至极。我讲换一个败家，还佫三个倒落去，还佫有三个啊，对不对？十二月三十一，文建会要佫办一条，叫做台湾向前行，大家咧骑，大家骑咧骑脚踏车，开偌济？你敢知？7200万，即嘛叫做败家，爱上办的，你知无？就是即嘛起来，即个政治人办的啊。一个两亿三先落台，怎么阁走一个7200万起来？这拢总咱的钱呢？这拢总咱的钱呢？无甲咱当作钱在开，这款的一个政府换掉好无？换掉好无？所以真正拜托咱姐姐，咱查宁波咱姐姐是大，咱这好朋友，我想公职拢总徛第一线啦，大家拢总唔敢偷懒啦，真正。啊，所以呢，有大家伫遐在拼。民主进步党甲大家保证，阮遮的公职，不管是新北市者，不管阮伫台北市，阮一定认真兼拍拼，为的目的干那一项，咱就是爱赢啦，对不对啦？对。咱赢啦，好不？好。顶个是输甲痛苦，你知唔知？顶个是输甲真闹气呢。顶逝是经济也歹，但是民进党伫短短一个时间，咱去恢复着这个元气。陈立宏来啊，甲拍波啊就来。哦，我拄仔看伊看真久啊。做名嘴，即摆趁落去容易趁钱的啦。啊，但是伊即摆知影大家伫遮，伊得甲大家做伙徛，做伙来拼，甲大家做打气、甲鼓励啦。所以甲甲拍波啊就。遮尔啊侪无私的人在偷钱一赌，无好拼呢。我甲大家报告，无好拼呢。你讲即摆拍到五分，但是国民党有诶是啥？有诶是苦苦呢。即些，你甲高志鹏选诶即些啊，即个是嘛真夭寿呢。李建良，伊嘛甲你讲啥物咧？民进党啥物人？啥物人？小英说寡人，啥物拢大家拢甲伊捌字诶，拢对伊诶政策啥物咧真有认同。选举一日咧到，国民党啥物波都拢总有，不管是用过去咧用钱咧买。也是透过任何执政的一个资源，伊上主要的目的，伊嘛是讲看会当沙田埔这些，哪会当客转去，国民党规个士气拢起来。我甲大家报告，沙田埔咱若过掉新北市，咱就有机会大赢。沙田埔若过袂掉，规堵拢总唔免选啊！咱大家责任有当无？咱大家责任有当无？所以真正甲大家拜托。讲民进党上优势一个选区，绝对袂当死较差。恁无认为讲这些稳调的呢？选举后了稳调的，阮咧树林大同过去人嘛讲稳调的，结果，他说伊阮嘛是输甲痛苦啊。所以呢，真正要甲大家拜托，高志鹏，这些一定大家顾好，民主进步党士气寄望就是伫遮。沙田埔这若大赢，咱总统就甲大赢啦，好无？